帮忙那个拖好了，好，箱子拿下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，队长，不要这样了，快，放，嗨。在下半季开始，那大家在上垒跟团队合作的这个部分做得蛮好的，那投手在压制力上都做得蛮好，都有尽量去压低对手的分数，这样，那我们就这样一步一脚印的去配合彼此，在防守打击还有投手这个部分跑垒这个部分，我觉得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。也感谢，各位的年轻人，他们在球场上的，其实我也是受他们影响，因为他们的拼劲也影响到我，那我们是相互影响的。就是自己就是需要突破吧，就是我们因为一些可能做不好打不好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好，或者是承受那种大场面的压力还是什么，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就是需要一些经验，可以就是可以，如果你可以经过这个难关的话，可能我们大家都会一起成长。我觉得能帮助球队拿下胜利是一个很开心，然后很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，然后就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啊，帮助球队，然后赢下每一场比赛就是最好的。
因为丢两场嘛，啊，第三场体力一定多少会下滑，可是只要有上去，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守下球队的每一场胜利。他是说我们赢两分，对，就叫我稍微想一想，再去丢，不用想说要急着干嘛对决之类的。可是我就想一下之后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再专注在每一颗球，然后丢出去这样。一定会开心的，可是就希望就是一直到下半季结束这样。哇！对啊，那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嘛，我觉得路还很长。那我们必须要照这样的模式、这样的韧性、团队合作去达成我们要的目标。投上！对！现在不要管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我们每一场都是以挑战者的身份去冲击对手。不要说我们现在位置在怎样，不用，我们每一场都是去挑战对手，拿出我们最强的韧性，好不好？对。我想讲一个，我想讲一个。我刚刚在里面看有一局，然后终结三连打，然后后面安打，然后不就是每个都有推进，然后国成其实打，就是跟我们以前差最多的，每个都做好。这是该做的事，加上我那带跑到了成功。对，给他鼓励，给他鼓励，鼓励鼓励鼓励，上来了上来了。因为我很少上垒，可是我上垒，我做到我该做的事。如果现场一场不一样，他做对的事情，好家人如果是一样，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还有比赛哦。下来，对，来一个后卫，我们 HiQ， 哇，我